你看刚又出了，你为什么不把那个移走哈、啊？真的是哈。你呀、啊，你从那边打在那里，我刚刚就说，你不觉得很甜甜美吗？来吧，我们就直接打。直接打。刚刚打了大概80块，把它打成这样子。很像羽毛球拍。很像羽毛球拍的电蚊拍。电蚊拍。要出了。拨这个头，啊，要回去了，你大意了吗？起来，啊，大意了，来了，起来，出货嘞，你刚刚要出货嘞，捏宝，它这个可以捏吗？不知道，捏。捏不起啊，不行，不行，他捏后面对不对？对啊，完了啦，捏不到后面了，太晚啊，我刚想说那样子随便打随便出啊，不行啊，他捏他屁屁，捏头啦，怎么捏头？因为屁股太下面了。要插进去。无限轮回。对啊，没动作哎。起来。换个位置。好。啊，搁落去。起来了，插进去耶，啊，又下去了，好哟，尴尬的位置，哎，安妮，安妮不要说，翻，啊翻什么？还是下压？三角片下压。三有三角片吧，下压啊，更喷气，没啊没啊，就关，再怪，我怪，三角片下压没用了啦。哇，这样子很吸耶。你给它摆好了。前面是什么啊？壁挂是紫金盒。有了吧？一。有了。这样有了吧？快点。没有。哎。什么？直接拉二楼啊？是吗？哎，好了。哦，我们要电蚊拍哎，夏天快到了。有蚊子。对啊。上二楼，上二楼。结果打不是我们要的东西。找位，找位，找位。抱他。再捏薄一点。他感觉很重哎。他感觉很重哎。碰碰。碰碰。我们的电蚊拍。其实也还好，还好。壁挂式纸巾盒用得到吗？这叫什么壁挂式啊？那就是挂在墙壁啊，然后这边可能可以抽卫生纸吧。是吗？应该吧。我要打一次电蚊拍。这后面那个是什么啊？脚踏车。哦。婴儿用脚踏车。一次两盒。哇，它沉下去很难倒哎。等下你刚刚在那边逛完。哎，有了。
抽他屁股。抓。抓。你们觉得他要去正门？哈哈哈，阿尼啊，再夹一个壁挂式，什么东风啊？来了，你也要出货，起来直接脱钩，太重了。他开了哎、欸，开了，然后嘞？然后我也不知道，逆斜甩，这样子进去一个。哦，卡车，怎么没有卡车？有机会了。那捏不动了。哎，躺平哎，咋办？翻，这个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打。这样子，就是这样子打。哇！这样子，就是这样子打。哇！耶！哈哈哈！我们的第五拍卡住了，哎嗨！耶，我有了。这段是第五拍吗？它感觉是可以立在那边的啦。立在那边好像有颜色，有那个灯光，有没有？蚊子就自己进来，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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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吗？我觉得这很实用呢 ，CP 值超高的。干嘛你还要打？它出来了，哎，它保价1790呢，代表这个可能不便宜哦。是吗？我如果这一个稍早出，我就抽这电蚊拍给大家。哦。哎哎。整只牙改丢那个，它可以卡爪吗？这个先想办法让它那个。哪个？哎呦，差点出哦。让它躺平。这样子，然后那个丢上去，然后它躲。你在？有了，你看，有没有？哦，可是还没上去啊。有血水就上去了。解手会直接出货。兄弟共哎，你看，然后甩它的中间那里，有了。哦哟！哎呀，它又沉下去那个地方了，无底深渊。哇，这个位置是最烦的，你知道吗？晃过去，抬起来。哎、欸，怎么没有卡爪？这样会出吗？你在呢。哦，有没有机会呢？我是不是要拉档？拉谁？安全帽吗？你要拉这个啊？裁缝机。威虎。哇，这一组真的锅子、裁缝机、安全帽、电蚊拍。你锅子打出来，我就是佩服你。保夹我就出来了、啊。这样是压到他了。不会不会不会，下去一爪这样插下去应该有。插到底，插到底。没插到。因为他只要一上去，我们就可以出了。插下去，插一点。对，你那个打的那也是定得嘞，是吗？我觉得有点定得。他都阻碍你入爪、啊。加油，比较旁边吗？有吧。你看，这样不是比较好甩？你看，这样不是比较好甩？你看，刚又出了，你为什么不把那个移走哈、啊？真的是哈、哦。你呀、啊，你从那边打在那里，我刚刚就说你不想
你不觉得很美吗？最后十块。你看，这是突破盲点。我怎么入不了爪，就是因为它。好了，我再出一个解决。在那边。来了，出货了，出货了，出货了。当作没听到。耳朵包起来。包起来，封起来。翻，我把钱都好了，不要了。这怎么翻啊？翻给你看，控制到最后面，有没有？翻，放。好了，不要的啦。好了，最后十块。不要的都打出来了。啊，对，好，再十块。哦。再十块。不要不要，看你要多少个无数个十块。我们有的抽奖了。要不是我跟你讲，怎么打得出来呢？恭维啊，恭维啊！哎，我们今天这样子蛮顺的。恭维。我们今天哈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就准备要抽一支电蚊拍送给大家。你看这个福利不错吧？夏天快到了，你看这个。它是能够立在那边，然后自动蚊子会飘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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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飘。这边就可以当成网球拍。什么网球拍？这拿，刚才说可以拿起来拍，也可以立在那里。好了，我们这次就抽一个电蚊拍送给大家。这个比那个捕蚊灯好像再更实用一点。电蚊拍的抽奖办法一样会在片尾，大家再去看一下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